也有吉野家而已。走，我们来到大阪的业务超市，就在黑米市场旁边，我们来去看看吧。它可以这样煮一下，洗一下，然后就淋酱上去，75块。冷冻玉子烧，哎呦，强光！我剩下这个，这是鸡胸肉，这个也是啊，哎，这么多哎，这个包什么？这是2公斤装的。哇靠，它是大包装，你看那个鸡翅才多少钱？啊、那鸡翅好肥厚。对呀、啊，很肥呀、啊。我们要煎东西的话，它这个管业务啊，业务这么大，哎、你看这里好多种这种面，你看，是油，然后高奶油，然后菜肉下去，面拌一拌就好了。这样的分量也有吃哦。哦，泡面。要超便宜。要吃什么泡面吗？你不是要回去煮还买泡面？哦，我以为你们特别想要吃的泡面啊。嗯。那酱料，哇塞！你是选的4枚29吧？哇。海鲜哦，金鱼啊！お客様すいません、閉店時間過ぎておりますのでお会計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あ、クローズ。あ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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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8。好，你要红茶还是奶茶？你想要红茶？这个茶，还是这个？这个。这个。嗯。这个微糖。这个是咖啡。哦，这个。嗯。那个。昨天去过业务超市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玉兔超市看看。一样是吉安的店，而且它是24小时的，比业务超市好多了。不过据说便宜的很容易就被抢光了。要摸摸吗？哪里有摸摸？550，差不多嘛，跟之前买吃是差不多的。很不错，看起来就是比较传统的市场，摆的东西非常的。随性，这是腌菜、泡菜，真的，也有吉野家而已，可能超适合这种欧巴桑的等级哦。对啊，你看那便宜的，很容易就被扫光。嗯。便当超丰盛，对吧？2罐。嗯。
日本人最重要就是满水，不然哦都会一直喝饮料，喝饮料，喝饮料，不然就喝碧旅，喝碧旅，喝碧旅，琳琅满目的碧旅。哦，日本最厉害就是不管阿萨里啊，各种 support 的品牌啤酒都夸张。这边跟业务超市一样，不能用信用卡。哦，猫仔来到大阪的第四天，几乎每一天都会来这里光顾一下。因为阿尼住民宿，偶尔都会自己弄一些东西吃，来这里最方便就可以。买好的商品啊，就他们都会叫你自己出来装，会提供塑胶袋啊，跟纸箱给你。OK, let's go.